前两天臭宝寄来的这个小叶赤楠，然后咱们今天看看啊，怎么样了？晾了几天，根系略干一点再收拾它，太闷了。来钱，我们把枝条剪一下，看看里面。哎呦，这个切面还是就这个颜色呀，这漂枝还舍不得给你动。看这边的都干了。 哎呀，臭宝，你这个都基本上都干死的喽，太干了，都整个的都烂了。现在就这一个叶，就这孤零零的一个叶。<笑>好了。 修剪一下，然后咱们呢，还是给它入土。入土的时候维持个啥呢？你知道这种生桩或者老桩或者烂过根的，你就得像咱们前段时间救那个梅花是一个道理啊，一定要透气，要有颗粒度，不要用太大的花盆了。这回呢，老花医还是不用土，用纯沙子先把它养活，先把它根系养壮养出来，等它壮一点的时候，咱们再给它换到土里面。 如果说大家家里边有这种纯颗粒的火山岩的话，可以用纯颗粒的火山岩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全是这种孔，透气性会很好，明白了吧，臭宝？你经常保湿就行了，只要透气好，它就爱长根。所以说，跟花友们一直说，你养花呀，一定要保持排水透气呀，要略干再浇啊。好多的花友总是 get 不到精髓，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，就这种感觉。 上面也是给它加上这些火山岩，这种弄法呢适合生桩、老桩，还有那种烂根的、得了病的。你正常养花的话，你用火山岩它不太适合，明白吗？它只是一个过渡，上面这个其实给它套起来才好呢。 哎呀，找不着很合适的东西啊，就是套花的这种无纺布，我找了一块，给它凑合吧，上我先。刚才我们老刘问我说用不用保鲜膜，现在夏季高温不建议，这个还有点透气性。主要是它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花友，你这种提根的东西呢，你们新手花友呢，我不建议你们上来就碰这个，你们先买那种小苗子，先玩着，像这种盆景类的，多多少少价格也高，练手不太适合。 放点火山岩颗粒。花友问：“这种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那个根系再重新给它恢复一下呗。万一下面的根系长不出来怎么办？咱们上面还有希望，对吧？如果说下面的根系长不出来，上面又很干，咱也不知道它这个究竟有没有就是达到那种我们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，就是。” 脱壳的那个标准吧，因为它是提根嘛，我之前也做了个提根的栀子花，它总有一段时间是不好，因为青黄不接啊，就是你下面的老根，它本来就弱化了，你上面把这个嘎一弄，本来这个要发根，所以说呢就导致前任还没走，后任还没来，再加上这个臭宝它浇水又掌握不好，就容易嘎。好了，就这个感觉了啊，然后呢咱们重新给它浇水。 那由于臭宝老师说这个峨眉林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有没有就是便宜点的可替代的？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淘到的一个新品，它是一颗的，这个是小黄，叫甲双氟美霜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它可以往土里面去撒，也可以兑水浇，这个就很省心。咱们用起来就会节省了很多了，这么一大瓶才40来块钱，能兑差不多500斤的水啊。 你像这些个，看到没？用上一点点就够了，就可以起到有效的一个杀菌作用。因为毕竟它之前烂了根嘛，溶水的效果还是很好的。它可以与这种生根叶一起用，因为它不发根嘛。对，整上。这个黄，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，像我们这种来说呢，我们就是为了看浓度。你看，全部溶水了。
就把这个浸盆，你们要戴手套啊，别跟我学。臭宝说老花，你怎么不戴手套？我不戴手套是因为我们皮糙肉厚啊，有的花友不行，他会过敏，你懂这个事就行啊。如果说像这样子用盆用土的话哈，之后浇水就是随便浇，天天浇，随时浇，爱怎么浇就怎么浇，明白吗？这个就不怕水大了。现在更重要的要做的就是保湿了，不是说害不害怕水大的事了。嗯，一直让它有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剩下的这些水全部冲进去，正好冲洗一下火山岩，因为有一些个灰，这样冲一下会更加利于它的透气性。哎呀，上球了！好了。杀菌、发根、保湿，光照可以给一丢丢就可以了，不要强光暴晒。希望早日康复，能像这个梅花一样早日康复起来。然后这个花友的花可以寄回去了。要给这个花友嘱咐几句啊，寄回去是没问题。这个花盆可贵可贵的了，比您的茶叶要贵很多的。另外回去以后呢，等它长得旺一点，就要换土了。这个火山岩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就像旁边这个花蕊是一个道理。这个差不多可以往回寄了哈。然后后期要预防一下这个病虫害，因为去年给花友寄养的这个梅花就得过红蜘蛛，所以说你要备一些个药，好吧？可以找客服去要一些药，有喷的，有灌的，还有那个往土里放的那个一体化的。要不我给你换上土？我给你换上土吗？好了。我研究研究再说吧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，想寄养的臭宝呢联系一下后台就可以了，寄养是免费的，养死了不赔啊，快递费自己出。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臭宝。嗨嘿嘿嘿嘿。